主料：菠菜400克，辅料：蒜头4克，盐、油、鸡精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菠菜洗净，蒜头包一，蒜头切末，锅热油，煸香蒜末，放入菠菜，快速煸炒，放入盐，大火翻炒至断剩，入鸡精翻炒，即可装盘。烹饪技巧：炒菠菜火要旺，时间短，不宜太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